郑秀文 Sammy 呢日就举行新碟签唱会，同一班 fans 唱歌互动，仲吸引咗近500位 fans 到场支持。提到新碟嘅销量已经系三连冠 ，Sammy 都好开心啊！很高兴啊，因为这个星期是连续三个星期拿到这个销量的冠军，然后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。在这里也要再一次多谢Jackson， 因为他跟我们的合唱受到很多的歌迷的欢迎，他们很喜欢我们那首 Clay on Me， 所以在这里要再一次谢谢 Jackson。前嗰排 Jason 仲秘密翻嚟香港同 Sammy 庆祝生日，咁你哋又有冇乘机倾下合作大计，真正咁同台演出呢？那次就是他来给我的惊喜吧，那非常高兴，非常的难忘。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谈啊，他谈他的计划，他分享他的音乐，然后我们也挺期待，希望真正有一次我们可以同台去演唱我们这一首的合唱的歌。啱啱就喺澳门开完演唱会，同 fans 们一齐庆祝生日。唔知 Sammy 几时会翻嚟香港开 show 咧？希望2019年可以再开演唱会。